早餐，我要先去上个厕所。宝贝，厕所堵了，我们下楼去上吧。哦。妈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厕所什么时候堵了？宝贝，厕所没有堵，厕所里面有坏人。你怎么知道有坏人？我平时出门都会把门反锁两圈，今天一圈就打开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还在家里没有走呢？我一进门就看到脚印，都是朝内的，没有朝外的，所以这个人一定还在家里。那这个坏人躲到哪里呀？就在厕所里。你怎么知道？平时我习惯性的通风都会把门打开，但是只有厕所的门是关着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坏人就一定还躲在厕所里。妈妈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宝贝，现在门如果已经反锁了，我们现在报警，他跑不了的。